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音乐连接每个人的心灵，由视障音乐人组成的相信经典乐团在中山国小礼堂登场，用歌声将经典音乐的爱与关怀传送到每个角落。大概在6年前呢，我们就有一个叫传爱100的计划，我们希望呢透过我们的音乐啊，然后可以把这个音乐的爱呢传递到台湾的每一个角落，那所以我们开始展开这个传爱旅程。今天呢是我们第14场、啊、来到了基隆中山国小的乐龄中心，那希望这份爱呢能够带到我们基隆的地区。那未来有很多的地方啊，如果有很多朋友有需要的话啊，也欢迎可以跟我们联系。相信经典传爱100，真的是我们要鼓励他们，而且我发现这是正面的能量，所以这个音乐会我们继续支持他，把爱带来我们基隆。那我们当然基隆现在也逐步的成为一个有爱的城市。透过音乐温暖中山乐龄学习中心的爷爷奶奶，他们也带来圆吉舞，展现满满的活力。要办这个相信经典音乐会呢，我觉得就是让我们的这些附近的中山区的这个乐龄长者都能够走出来，能够听到这样子的盲人哦，还能够这么棒哈、哦，演出这个音乐会哈、哦，让他们觉得说哇，人生还是非常美好的。那我送给他们一个人一个坚持，珍惜一下呢，坚持一定要健康快乐走出来，才可以活得长长久久。中山国小乌克丽丽社团也带来温暖人心的曲目，让观赏者感受到音乐所带来的力量和温暖。这场演出不仅展现了音乐的力量，更将温暖与关怀传达给社区的长辈们。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